你也就只有打电话这点胆量。你有空来我们家玩啊，我们家人可都想见见你呢。你这混蛋！你不希望看到我们这个家破裂吧？你说你希望我们都原谅你，你不会再见陈峰了。你这个骚货！方凯回来了？还没有呢吧？你给他打电话？难道还要我打？他挂了，可能在开会吧。今天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可以告诉我吗？我再打一个。做饭吧。没胃口，给你煮碗面。不用了，你别这样好吗？没事儿，你吃你的。如果没有董小寒，你是不是准备一辈子这么闷闷不乐的过日子？多吃点儿，天天那么累。这。怎么回事？告诉我。有件事情，我不能不问。好好的日子，你和方凯夫妻恩爱，你和陈峰出那事儿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方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吗？是你对不起方凯，我在街坊四邻面前都抬不起头。方凯也抬不起头，这种事情哪个男人能容？看起来你是真想离开这个家。没有，爸爸，我没这么想过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会再错第二次了。我不想离开这个家，我不会离开方凯。可方凯已经离开这个家了。我去把他找回来，我跟他认错，我道歉，我请他原谅我，我会把他找回来的。小猫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小猫，怎么进门连声嫂子都不叫？
跟你说话呢。爸，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您别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我回来拿衣服，有饭我蹭口饭吃，吃完就走。饭马上就做好了。今天晚上你不许走，就住在家里。为什么？家不像家了。那还不是他折腾的。董小涵和陈峰又见面了，是我安排的。我不安排，他们也会见面的。陈峰很无耻，他竟然一点也不慌乱，很沉着，我小看他了。你在干嘛？我放心不下，不知道今天方凯又会对他怎么样。万一他现在要没什么事儿，你打电话岂不是打扰了他？那他总该接个电话吧。我没让你进来。最烦你这张装可怜的脸，这张脸全世界人都同情，我也不会同情的。我从来没指望任何人同情我，我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原谅。杀人犯也能说原谅吗？能吗？你觉得这事儿没那么大，犯不上那么较真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还告诉你，不能原谅。就算我哥嘴里说原谅你，但是他心里是不可能原谅你的，因为他受的伤无法弥补。谁的？又是陈峰吧？怎么不接呀？我要不在，你早接了吧。哎，小萌，陈峰，我是方萌。小萌，还记得我吧？啊，记得。你好。我好，谢谢你。找我嫂子吧，我嫂子正和我哥在屋里睡觉呢，要不你待会儿再打。没别的事儿，就找你嫂子问一下借书卡的事儿。我要查个资料，让她有时间给我打吧。借书卡的事儿啊，行啊，一会儿我告诉她。
可是谁又知道他们俩得腻到什么时候？你这么老缠着他，也不嫌丢人？我不想跟你多说话，一会儿让董小安打给我。没事了，你也就只有打电话这点胆量。你有空来我们家玩啊，我们家人可都想见见你呢。你这混蛋！你不希望看到我们这个家破裂吧？你说你希望我们都原谅你，你不会再见陈峰了。你这个骚货！你都看到了，我把邓小寒骂走了。我车钥匙呢？要去他们家。你家就是地狱。幸而大伤。